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B3MZU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八重洲的891这个机器，怎么连接天条，怎么操作天条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在菜单里边把天条功能打开，长按功能键，选中13，选中16-15，这个它默认是关闭的，我们把它打开。设置成外置天条 ,OK,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检查一个菜单，就是5-6。5-6。这是它的接口的速率，默认的是4800，我们天条也需要设置成4800。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没有改动的话，那就不用管它。然后退出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支持天条了。在天条在功能一菜单的听 R 里边，现在开始调谐，短按呢是切换在线和离线，长按就是启动调谐。我们退出来，长按退出来，这个时候很麻烦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天条的这个功能呢定义在 A 键上啊。这个怎么操作呢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按一下 F 键，然后调出我们刚才这个功能天条功能来。这个时候呢长按 A 键 OK,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随时在这里来启动天条了，这样就很方便了。大家看调节完了之后，在七上是主播基本上是没有显示的。OK, 好的，这就是891这个机器怎么来使用天条。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。欢迎朋友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我微信公众号是 MAT 三个字母加天条两个汉字 ,MAT 天条。好的，朋友们再见。